切腺瘤就是做大肠镜，然后检查出来，我本来以为我不会，应该不会有的，可能大概只有一两颗的。对，结果竟然有七颗，我是真的傻眼，我真的有点傻眼，很惊人哎、欸。对，怎么会这么多？被他还装在一个罐子里给我看，但是是良性的啦。对对对，只是说有这个征兆要你注意这样子。其实蛮多的，而且是要定时检查。太有效了，是有。我觉得是因为他每次一直空腹喝咖啡的关系、哦，而且他一天都喝。目前就在喝五杯咖啡，一天喝五杯。冰美式，冰美式。超夸张！你之前有长过吗？有，那有三颗。三颗，对不对？三颗，然后也是当场就拿掉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祥全，你的那个七颗腺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七颗腺瘤就是做大肠镜，然后检查出来，我本来以为我不会，应该不会有的，可能大概只有一两颗的。对，哎，结果竟然有七颗，我是真的傻眼，我真的有点傻眼，很惊人哎、欸。对，怎么会这么多？被他还装在一个罐子里给我看。那有手术吗？就有啊，有手术，当下就手术，当下就割，嗯，哦，就七颗全部拿掉，全部拿掉，然后我傻眼了，啊，我说我应该没有吧，还好吧，嗯，他说七颗有啊，哇，但是是良性的啦，对对对，只是说有这个征兆要你注意这样子，其实蛮多的，就是要定时检查，太有效了，是有，我觉得是因为他每次一直空腹喝咖啡的关系，而且他一天都喝，目前就在喝杯手摇饮，不是手摇饮，咖啡一天喝五杯，冰美式，冰美式，超夸张，空腹喝很伤哎，对对，很伤，那你有不舒服吗？之前？有发平常会有觉得他只有胃食道逆流哦，对哦，对，所以有点征兆这样子。胃食道逆流应该跟息肉应该对应该没有关系，所以医生说这个是大肠癌的前兆，你有吓到吗？疑似有，你有记忆？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，所以对，就建议大家定期健康，而且很舒服嘛，对对对，睡觉睡起来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很快这样，很快。你之前有长过吗？有，那有三颗，三颗，对不对？三颗，然后也是当场就拿掉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哦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半年前啊。对啊，半年前。就是我生小孩那时候，他就顺便去做检查。七个月前。哦，七个月前。六个月前。哦，六个月。那时候六个月才割掉三颗，所以他很有信心，说我这次应该不会有息肉了。结果七颗。结果又有七颗。那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很荒谬的新闻？就是中国诈签。收买台湾网红，然后还点名于大哥成立台湾永和党、哦。有永和党，那天看到，我想说，一头雾水，一头雾水啊！因为我根本不知道，对。他 有收到邀约吗？没有。有没有记者来？对啊，党主席，台湾永和党。我没有。不晓得。对。所以没有，于大哥也是看到新闻就，对，一头雾水就对了，哦，就觉得很好笑这样子，那他们身体健康都还好吗？很好，爸爸就是休息的蛮舒服的，对对，就比较那么累，对啊，对，你看现在陪孙女，对啊，对，妈妈也是啊，妈妈都在家里，她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在陪我女儿，